这是我的婚礼，我妈那是无法度坐大位做主婚礼，那呢我无想要结婚啊。安婷，我希望你会当把对我的爱分一寡给高小姐。你若是无法度好好爱你的家后，那咧痛苦的人就变作三个人。我决定，我袂结婚啦。你要起总部大楼的迄个钱，就算袂过，是真的哦。咱这准备好未？总裁，即摆是要拍算对朋友不动手啊？吼，这回不准你搁失手。爸，咱跟建材成功起大火啊！老母，你当然是，你嘛是天生我死的老母。这个朋友不就是人的心的？你救我，你救我！为了特别关心大方营造的建材，也可以成功的代志，就随时会，这敢有什么可能啊？这个人到底跟文明这么熟？可能啊。文渊已经死啊！我一定要确定迄个人到底是不是文渊。以后是靠暗才来变，才袂欠我坏。确定这是？你若是阁继续要安尼找我妈，我就要先生保护你。小春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妈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去伤着我这做爸爸的心呢？你竟然把你自己当作是我的爸爸？我嘛唔知我为啥安尼，不过我头足痛，我头壳内边有一个想法。妹妹，对不起你，咱离婚。